我相信让很多中国车迷认识和了解名爵品牌，还是要从这台名爵7开始的。这台充满了浓郁英格兰风情的轿车，前身是 MG 的 ZT， 和当年的兄弟车型罗孚75一样，都是宝马花重金打造的一款旗舰轿车。整体外观即便是放在现在来看，也是充满了味道。我一直想要买一台放在家里慢慢欣赏。虽然说这台名爵7是名爵品牌落户中国之后的第一款运动型轿车，但是它只能代表名爵品牌的过去。想要了解名爵品牌的现在，还是要从这台第一代的名爵6说起。2009年，也就是11年前的上海车展上，名爵品牌在落户中国之后推出了首款主导研发的车型，第一代名爵6。厂家当时对于它的定位就是新时代年轻人的活力座驾，换一种说法就是这台车它要足够年轻，足够时尚才行。我们今天这台第一代名爵6是后期版本车型，其实无论前期版还是后期版，它的外观设计放在当年的紧凑型轿车市场上来看，都是很有味道的。首先，这台车使用了 Fastback 掀背式设计，这样设计的好处不但让行李箱变得更加实用，也可以让这台车身长度达到4.65米的轿车看着没有那么臃肿，反而多了几分动感。而2009-2010年左右最流行的是什么设计？大嘴式设计。当时市场上无论什么车型都放一个大嘴，但是这台第一代名爵6并没有随波逐流。秀气的中网配合大大的 logo， 以及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的头灯组，让整体车头看着很独特，也很动感。车尾排气管的设计也非常特别，双出排气管外面包了一个方口，让它看着更加精致一些。这台第一代名爵6整体外观设计相当出色了，内饰方面我觉得做的也很不错。首先，中控台很有造型感，用料和做工在这个级别中也是比较让人满意的。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印象很深，那就是2008-2009年年轻人最喜欢的是什么？黑色内饰。但是黑色内饰在紧凑型轿车市场上非常少见，只有名爵6在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就使用了黑色内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很符合当年年轻人的审美的。而细节方面，一键启动的按键很有仪式感，早期车型上七字形手刹也非常吸引我。只是可惜我们这台后期版车型早早就换上了比较时髦的电子手刹，这个七字形手刹没有了。静态来看，这台第一代名爵6车型真的很不错，但是开起来究竟如何呢？当年我第一次开上这台初代 MG 6时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体底盘调得非常欧系，或者说是整体底盘调得很硬。这样虽然说能营造一定的运动感，但是舒适性方面做的真的不是太让人满意。不过想一想，这样的设定也可以理解一些，因为毕竟 MG 品牌它的精髓就是运动性，怎么能向舒适性妥协呢？动力系统方面，我们今天这台 MG 6车型装的是一台 1.8T 的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。变速箱方面，早期它有两个选择，一个五速手动，一个五速自动。动力参数160马力，215牛米。其实这个动力参数对于一款 1.8T 的发动机来说并不是特别的亮眼，而开起来之后动力表现嘛，也只能说还说得过去，加速成绩也只能算是合格。开起来整台车动力真的不会让人觉得太惊艳，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，因为毕竟这台 1.8T 的发动机是 MG7 留下来的，这个发动机的技术还是有点太老了。第一代名爵6车型是在2009年上市的，上市以后它的整体表现在中国紧凑型车市场上还算比较让人满意，优势是整体外观比较亮丽，内饰用料和做工比较讲究，但是缺点方面是这台车的一些细节处理还是略显经验不足，以及动力系统方面略显老旧。不过作为名爵品牌落户中国之后首款主导研发的车型，这台车整体表现还算比较让人满意，它也很好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。2017年10月份，我印象很深，当时我被上汽邀请去参观第二代的名爵6车型，见到实车之后我就被它的外观所惊艳到了，除了颜值变得更高了之外，车身外观也多了几分味道。双腰线的设计在第二代名爵6上以及这台全新名爵6上都可以找到，
这样的设计让它从侧面看多了几分古典英伦跑车的气息。之前的名爵六车型整体外观在运动性方面的表达相对有一点点低调，有一点点内敛，但是全新名爵六不再低调了。犀利的头灯以及中网造型让整体车头看着会更具进攻性，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也更加符合一个运动型轿车的定位，也更加符合名爵品牌近百年来的赛车基因。而外观设计在传承方面，这台全新的名爵六依旧坚持使用大掀背的设计。这样设计的好处我刚刚也说了，除了实用之外，也可以让整体外观有一种轿跑车型的感觉，很动感。而这台全新名爵六整体车内的设计风格相较之前的车型，我觉得并没有太多的传承，这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毕竟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，车内高科技的配置它的迭代速度也非常快，如果你要是刻意把这些东西设计得跟原来一样的造型，那看起来会有点做作。而说到传承，我觉得这台全新名爵六有一点做得非常好，那就是这台车跟之前的车型一样，它的车内做工、用料和配置一直都处于同级别中比较出色的水平。车内大面积软性皮革所包裹，无论是摸起来还是看起来都很有档次感，很有质感。而 12.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它拥有 AR 显示功能，中间的 10.1 英寸大屏它是 IPS 硬屏，显示效果非常清晰，而且功能也很强大。除了斑马 3.0 系统之外，这里还可以显示涡轮压力以及机油压力。除了实用性有所提升之外，车内运动感的营造做得也相当到位了。MG 品牌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但是它落户中国的时间并不算很长，只有十几年。第一代运动型轿车 MG7 推出以后，我们中国设计师就不断吸收消化它的技术，在它的基础之上推出了第一款主导研发的车型，第一代的 MG6。这台车虽然说整体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完美，但是从它的身上还是可以看出我们中国设计师的能力。而且这台车也很好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那就是为名爵品牌打开了运动型轿车市场中的知名度。而在它之后，第二代名爵六以及我们今天这台最新款的名爵六上，我们可以看出名爵品牌在运动型轿车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成熟了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在选择十几万的运动型轿车时，都会想到这台名爵六车型。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，名爵品牌就已经成功了，并且这十几年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。